之前学习过 Converse 玩转图像处理这门课程的同学，那么会知道使用 Converse 进行像素级操作中，在创建属于自己的滤镜效果以及更复杂的滤镜效果，我曾经介绍过如何使用 Converse 来创建模糊这样的滤镜效果。当然了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再复习一下，回忆一下使用自己的方式创建一个模糊的滤镜效果。不过这其实并不是最优的方案，我们使用这样的方式主要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如何用 Converse 进行像素级的操作。但是像这样的滤镜效果其实在 CSS3 中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，大家可以直接使用。这种成熟的解决方案通常实现的比我们自己实现的效率更高，而且效果也会更好。那么比如说，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，我们在这两节中其实是采用平均值这样的方式来创建模糊效果的。不过更优的效果呢，是使用一个高斯函数。当然了，使用这种系统已经帮助我们实现好的效果，也有它的缺点。最大的缺点呢，就是局限性高。那么比如说在 CSS3 的这些滤镜效果中，我们就无法做到一个人脸识别。但是如果有研究这方面算法的同学，可能就可以直接使用 Converse 的像素级的操作来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人脸识别的这样的一个算法。不管怎么样，在我们的这个课程中呢，我们只需要一个模糊的效果，所以下面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CSS3 的这个新的特性。我们要让这张图片呈现出模糊的效果，那么呢，在这里我把它的 ID 改一下名，叫做 Blur Image。相应的，在 CSS 中，在这里头我管它叫做 Blur Image。那么 CSS3 怎么实现这个模糊的效果呢？其实非常的简单。有一个新的属性叫做 filter， 也就是滤镜。那么在这里可以传入相应的效果的参数。在这里呢，我们传入的参数就叫做 blur。blur 中可以使用括号的方式再传入一个参数值。这个参数值呢，指的就是模糊的程度，是以像素为单位的。那么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，我们之前使用 Converse 像素级的操作来实现模糊的时候，就是基于一个像素点及它周边的像素点来计算一个平均值，这样产生模糊的效果。所以到底要使用它周边多少个点呢？那么就是这个参数的意思。我们可以先从五个像素做一个简单的实验，这样一来这个属性就使用完成了。不过由于 filter 属性是 CSS3 中的新的标准，大多数的浏览器呢还没有将它设置为一个默认的属性，所以呢为了解决浏览性的兼容性问题呢，我们给这个 filter 属性加上不同的浏览器的前缀。那么在这里就是最常用的四个浏览器的内核， WebKit、 Moz、 MS 以及 Opera。现在最新的浏览器对于 CSS3 以及 HTML5 的支持性能呢越来越强，大家不妨把自己计算机上的浏览器都升级到最新的版本，来看看是不是支持 filter 这样的一个属性。那么在这个课程中呢，我统一使用 Chrome 来进行实验，那么使用的呢是 WebKit 核的浏览器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程序的运行效果。怎么样，就这么简单，现在这个图像就已经模糊了，大家可以比较一下，这是不模糊的效果，这是模糊的效果。大家可以想象 Blur 中的这个参数控制着模糊程度，选取的像素值越高，模糊的程度呢相应的也就越高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把这个值改成20个像素，大家可以来比较一下这个模糊程度的不同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就是20个像素的模糊程度，是不是比五个像素的这个模糊程度要模糊多了？那么这个是不模糊的效果。当然了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玩一玩这个参数，非常的有意思，甚至可以做一个小程序，用一个滑杆控件来控制模糊程度的不同，相信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。不管怎样，大家看到了 CSS3 中 filter 这个属性的厉害，只需要一行的代码就实现出了这样一个模糊的毛玻璃的效果，是不是非常的酷？那么对于这么酷的一个属性值，我想多花些时间再向大家介绍一下，希望大家能够灵活的运用到自己的程序中，创建出更加有创意的更加酷的效果。大家加油。